好、哦，这莹莹到处爬爬照的样子实在是很可爱，圆滚滚的。别看它现在可以爬来爬去，好像很轻松哦。其实呢，一开始呢学爬就花了很大的一番功夫。一开始呢，它还只能原地的打转，真的是超萌的。一起来看看。训练他未来能够上下哦这样的一个骑架，那以后到展上去的话哦，对他来讲，我们场地里面的这些骑架都不是困难。这个或许就是，小朋友好动。